大家好，我是林乐伟。大家好，我是金宁林大靖。那这次非常开心可以和大靖一起回马来西亚做专辑宣传行程。哎，不是吃吃喝喝而已吗？顺便啦、哦。对对对，好开心哦！这次终于可以跟金宁制作人乐伟可以到马来西亚宣传。那这次要感谢很多的主办单位跟赞助商，荣誉呈现 The Joe Venture and Movement， 主办单位 Goodview Entertainment， 协办单位 YKS Management。唱片公司及经纪公司，动漫音乐跟红稳娱乐 RC Real Celebrity， 指定电台988有声有色，指定饭店 Fahrenheit Soup， 指定发型设计 Hairstyle by Michael Paul， 指定卡拉 OK New Way and CEO Karaoke Box， 还有指定的通讯伙伴 DG。 这次有非常非常多的赞助商，那其中包括有 iPro， 他们会送出他们的 iPro Sense Advancer 和 iPro Sense Wii Tablet 的手机跟平板。哇，那这些得到的办法是怎么样去取得？就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行程啊，一起去跑，一起去看我们表演。锁定我们哦。对，那除了 iPro 以外呢，有 JB City Square、Station One、Band Q、Francisno， 还有 Wings Music Cafe。这一次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宣传活动呢，我们会跑很多的地方。好，刚刚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在马来西亚宣传的行程以及赞助商。对，没错。那要锁定我们所有的行程很简单，只要到这个脸书粉丝团搜寻 Ludwig 林乐伟，还有金陵林大靖，里面有很多我们的相关的宣传活动行程，所以一定要密切注意哦。等你啦。